主料：芦笋300克，香菇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胡萝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一些芦笋和香菇，以及一小段胡萝卜。将芦笋切断，香菇切片，胡萝卜切片。先将芦笋焯一下，捞起沥干。热锅冷油，放入胡萝卜煸一下，然后将香菇倒入锅中一起煸炒。待香菇煸炒软了，最后将焯好的芦笋倒入锅中，撒盐，搅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买芦笋的时候，肯定是会碰到根部落的，这时不能浪费，将老皮剥了，里面一样很嫩很好吃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